师大家好，我是童年，我很喜欢唱歌，并且喜欢唱给我喜欢的人听，我也希望他听完以后可以感到开心跟快乐。我觉得歌曲是传递感情最好的工具，我会把我满满的感情唱在歌声里面。嗯，即使他不喜欢我，我觉得也没办法强求，但是最起码我要尝试。我如果不付出的话，不去唱给他听的话，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喜欢他。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了，我就练习旁听就好，不用记录我的分数。太好了，我们最后一位评委终于及时赶到了。在此我说明一下，这位是我们 KK 俱乐部的创始人韩商言，将来呢也会是我们 CTF 中国区的推广大使，同时呢他也会跟我们今天选出的两位歌手一起参加我们的粉丝见面会。来，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好要选一首歌请这位刘小玉试唱，你觉得有什么适合的你可以指定给他唱。好啊，就按他刚才说的天花乱坠的方式唱一首小毛驴吧。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突然有天心血来潮带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摔了一身泥。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突然有天心血来潮带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心里正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摔了一身泥。我想请问一下，这首歌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感情吗？因为刚刚评委让我用我之前说的传递感情的方式唱这首歌曲，所以我就把小毛驴想象成是我的爱人唱的这首歌。那你的小毛驴怎么样了？我的小毛驴不见了。对不起。